第十四任总统就位，奏就职。 总统宣誓，恭请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。总统誓词，于谨以事诚，向全国人民宣誓，于必遵守宪法，尽忠职务，增进人民福利，保卫国家，无负国民付托。如违誓言，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。谨示。 宣誓人蔡英文，中华民国105年5月20日。请总统将誓词交予监誓人。总统请就观礼位。 第十四任副总统就位。第十四任副总统宣誓，请副总统举右手宣读誓词。副总统誓词，于谨以至诚，向全国人民宣誓，于必遵守宪法，效忠国家，如违誓言。 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。谨示，宣誓人陈建仁，中华民国105年5月20日。副总统请将誓词交予监誓人。副总统请回座。 授予总统印信，授予人就位。 请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先生就位。总统请就接应信位，授予中华民国之行。 授予总统之印，即总统之章。